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制作这个简洁大气的场景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场景。这个是一个保健品的包装宣传。这个场景中有几点暗示很有趣，比如说一个大海，还有太阳镜片似的材质，还有它这个阴影感觉很耀眼，说明阳光很充足。整体给我们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，还有它的这个配色，选用了近似色蓝紫色的配搭，然后就很柔和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快速搭建一下场景。我们先搭建一下梯子。大约设置一个最高点和最低点，然后我们选用克隆工具。看它现在还没有变化，我们把这变成这样的。增加台阶数，从这个影子可以看出我们的楼梯很陡。我们创建的时候要注意，在不同的视图观看我们的东西，这样避免了摄像机视图看的是对的，其他的视图差别很大。大致调整一个角度，然后打一个摄像机。
据我们调整这个轴的时候，一定要在侧视图调，因为这个样子不容易跑偏。你像在